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尊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啊，第一届、第二届天剑维新博士同修啊，及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李监事代表啊，各位维新圣教分书道堂住持法师、讲师啊，及护坛法工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啊，本维新圣教辛丑年护国惜灾。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啊，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府坛上列祖列宗之祖灵及各位的个人列级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啊，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山河西涧孤魂幽灵、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上午啊，在弥陀讲堂为各位来上课禅解善良安良的法仪。善良安良是住宅的生命的精髓啊，善良安良安得对啊，居住的平安啊，家中大小比较平安，安错了，日子错了，那家里就很不平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天剑维新博士所有贤士同学们，你们都是王禅老祖的圣尊法尊和化身，所以你们所学的比一般人所学的还要多，而且还要精微啊，这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以现代科学来讲，就是第三者力量，不可思议的第三者力量。要禅解这个力量，从哪里禅解？
就从宗教的名相才能够缠结，啊，你用其他的名相是没有办法啊给予正确的安眠和地位定位，所以我必须要将很多很多的世间天上天下人所忽略的各种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的法界众生啊吉祥祸福寥寥分明的缠结。那么各位维新天剑博士啊，你们务必要知的比别人多，所以众生的问题层出不穷啊，常常会啊在你们的眼前，在你们的身边都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啊没有办法来解说解答的问题，那到最后来只有以神学宗教学来阐述来剖析啊，才会将烦恼解除啊。有一时我们一位信徒啊，他从嘉义的山区来到玄佛寺啊，正在我们办水陆法会啊，这位信徒两眼发青，额头发青啊，心里好像什么啊，外灵降下来没驱赶，但是说不出来。我说你冷静一下，你慢慢说，我才能够帮你忙。他说他们的住家附近有一间土地公庙，那土地公庙旁边有一棵大榕树，大榕树的树干横在土地公的头顶上，但是啊，地方常常有人去那边上吊啊，他看到很恐怖。在几年前啊，他看到一位在那上吊，眼睛张开开的看他怎么掉。我说你看到他怎么掉了，你的感觉怎么样？开始感觉很好玩啊，看那这掉下来，舌头张开了的张长来了啊，这个让人看到很恐怖，所以到现在来已经七八年了，
想到上吊的事情，啊，他就睡不着。那我跟他说，这是你的意识里面，你的眼睛就像摄影机，你看他从头到尾的掉下来，把整个的难看的景象，你都录到你的脑海里面，所以你会好几年。啊，这不可思议的第三力量，已经印到你的脑海了。那怎么办呢？啊，老师啊，你不帮我解，我就不回家，我要晚上住在暹罗寺，我怕回去了，啊，那个景象又让给我看，我说你躲在暹罗寺，还会看得更清楚哎。那怎么办？啊，赶快，我们水陆法会到了，你去把他安个灵位。啊，不知道名字哎，没有关系。啊，你就写某某县市某某地方土地公庙。啊，往昔历劫在这里自杀自尽的孤魂怨灵，不是幽灵哦，是怨灵。啊，你赶快安入灵位。他就还了一句话说：“老师啊，你怕不怕鬼哦？”啊，安在这里，鬼都到你们仙佛寺来玩呢，那怎么办？只有那个黄山老祖、龙天护法会安顿他们，所以他就安了灵位。啊，自此之后，到现在十几年了，就再没有发生那些恐怖的事情，这是第三个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我们每次办法会，啊，都超度山河西涧各个地方的孤魂幽灵。啊，尤其让我想到了，啊，小时候在吉吉大山的旁边去山上砍柴，啊，去工作，啊，在那个深山，啊，在那里，砍柴。看到一群像小猴子的在河边跳来跳去，再注意看，原来是人；再注意看，又不见了。那时候我就开始会紧张，我还小嘛，那只有国中嘛，也不懂得灵魂学，这个事情到了十几年前，我们水陆法会，我脑海里面又浮出小时候
我看到的山河西涧，孤魂怨灵。那我就想一想，还是超度，仰仗佛力，仰仗王禅老子的威德力、天威，恭受人威来超度。从小时候，国中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十年，还是在脑海里面，在眼帘里面一直在发生，而是超度了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在脑海里的恐怖不安。所以我们天殿博士我们要了解世间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听得到的不一定能够解决，只有用第三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才能解除。所以我们法会的每年都有法会，3月2699法会若是你们了解要出警出熬，有那一些孤魂怨灵常常发生烦恼，你们不妨可以为他们设这个牌位来超度这个即是要宗教的力量今天早上台东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来到我们宣佛寺跟我谈起在过年后要在台东花莲要做一个路祭一个礼拜，这几年铁路局路祭全部都免了，所以发生了那么多次的铁路局的灾难，很可怜的。所以身为出家人修行人就自动自发召集地方士绅出钱出力，还有出家和尚修行者以修行的法仪来超度台湾东部沿线铁路这个发生车祸的孤魂幽灵仰仗佛力接引他们的灵来佛寺道场为他们超度、诵经、供养。这个是修行人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功德虽然我们天殿博士也是属于学术方面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宗教不可思议的第三者力量他们存在
啊，第三者力量，啊，以什么方式才能解除呢？那只有以宗教的力量修行才能解除。有如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台湾这么严重，世界那么严重，唯独台湾王禅老祖慈悲交代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执会长，大家努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以金宝的功德天来回向啊，供养天恩煞神啊，结果台湾是平安的。在原来今年的水陆法会过后，台湾的疫情飙到1400多例，很恐怖。那么老祖开示，要必须以宗教的修行，所以就恭请九黎蚩尤地主，因为他是天地战神大将军啊，他的天威才能够的一直这些天恩一直的蔓延，所以由台中道场圆寂法师开始深谈，由300-400例，很快的时间降到70-80例。不过，啊，接着神龙炎帝开示，换他要来做消灾化解，因为这一些瘟神啊，都是神龙帝5000年前七旬星的军魂，在这一生又出现了，所以神龙炎帝啊就交代要出力，所以我就想了天一道堂圆道法师主谈，圆德法师副谈，所有诵经法师啊一起帮忙，共同来诵经来副谈啊，结果降价到30几例。这个神的天威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来阻止的。到了5月底，啊，宣仁皇帝祖在台中道堂，问我说：“你把我摆在哪里呀？”我听了，心里很抱歉。哦，我不知道你这么大的神，我要把你请来哪里？嗯，啊，所以老祖啊开始写文书和法仪啊，由三宝寺圆松禅师带领所有诵经法师来祈福，来消灾化解。啊，这个一直降，啊，到今天，今天是零确诊，啊，这个是大家努力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的不可思议的第三个力量，啊，来做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
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一届、二届，天剑维新博士，维新圣教，天剑博士的天命啊，以王禅老祖的天威画上等号。但是我们要治一切法，我们要修一切法。啊，才能完全完全全画上等号。啊，有如今年辛丑年，武汉肺炎在台湾，虽然一直下来了，在最近来都一例两例，一例两例，奄奄一息。停不了，我就让我想到老祖开始我们，大家要继续诵经，这个天恩才会完完全全的平息，否则的话，还是一粒两粒，奄奄一息。所以我希望我们天剑博士啊，你们有很一大群的维新圣教、维新博士、维新贤士啊，一起诵经回去，鼓励大家继续诵经。我们基金会的秘书长严道法师、副秘书长严德法师啊，请两位啊负起这个天命啊，交代支会长，大家继续诵经。这样的话，台湾的疫情才会能够完完全全的平息啊，这是各位的功德天。是台湾平安的原动力啊！这个即是运用第三世界第三力量，就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宗教力量，来做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消灾化解。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有大公无私的心和念啊！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会平安，台湾全部人民都会平安啊！这即是第三宗教力量的功德天。啊，这些功德天也是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的。啊，刚才中午我休息一下，啊，起来嘞，我发现我最近的身体弄不来，我就跟延熙法师说，哎，我最近那卡不难嘞，我啥想到啊？我拢无咧食饭，干咧食糜，安尼来嘞吼嘞，力量就不够。想到四五十年前，啊，台大的一位女护理长，
啊，对着众生说：“饭是缸，啊，人若是不吃饭，啊，吃其他的零食，啊，会没有力。啊，那我就刚才想到了，啊，这句话。”那我就开始用手画，啊，蘸啊的这个少啊，今天是酉月，酉月，啊，那我算是这个卦，啊，这个卦呢，是风天小畜，是。云，云，子孙了道，啊，火的气，啊，火动了，化子水，回头客。气就少了，那哎呀，那我可能讲完不对呀，啊，就是要吃饭，这个就是用意啊。我们天天博士，你对《易经》要用的滚瓜烂熟。啊，若是你们要吃药，一定要先占啊，先占为快，否则的话，凭着人家说，你就跟着说，肚子当药桶，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来解决。相对的，啊，这个占用意，啊，治天瘟、煞神、吉凶、天瘟煞神。就送《天德经》，送《天德经》。啊，现在今年我是在五月占卦，五月占卦。好，那这个灰、雷、火、雷、四合，至寅、辰、酉、丙、己。灰驴血压，啊，这鸡呢？啊，就子孙了，啊，子孙了很旺，又比鸡六爻子孙了旺，
啊，这个业力很旺，所以机会用这个火攻的方式啊，集合大家努力诵经，诵天德经。 火灵事后，祈祈口口，二胡击石，啊，瘟神，啊，听到的声音，法音，可以消灾化劫，所以我就以意鼓励大家诵经。 努力送888万部，到现在还缺少几十万部，所以难怪。 还有一些少数的疫情，没有办法完全来断除，这就是我们是诵经不够嘛？有约要守信，不守信，你对天神不守信。 那我们以后要讲拍胸脯，那时候很困难。什么天剑博士，同修要以身作则，行人所不能行，修人所不能修，做人所不能做到三宝。 啊，你绝对即是神的化身，但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啊，今天得到消息就是零确诊，我们也希望这个零确诊一直下去。啊，所以第三是这个宗教的力量。 修行的力量，我们天天博士，你要懂得怎么用，所以我们才会叫用力，用力利人和利天，都只有。 当下的宗教只有唯心圣教的强项，其他教我没有。啊，你们要搞清楚，要珍惜，要珍惜。啊，所以有时候我有很多规则。 啊，交代你们做，我不会害你们。我是要创造福报给各位，分享福报给各位，然后你们将这个福报带回家，分享给你的家人，分享给你的亲友，啊，分享给台湾同胞。 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真和平啊！这是唯心圣教天剑博士的天命，不可思议耶！啊，这个即是不可思议的宗教修行力量。
只要大公无私，以全民的利益为利益的的动作修行啊，即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人，大家相互的勉励，大家一起来成就啊。至于风水学啊，风水学是本为先圣教的强项啊，风水的力量在过去啊，因为很多事情我不能漏了太多啊，只是在表皮传给社会大众，若是大家能够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你的平安啊，可贺可喜呀！所以老祖师尊传给我们为今圣教各位法师讲师、天剑博士的同修，传道给各位是传天机密啊，是传上圣心华，所以我们要先了解王禅老祖天威啊，你不了解王禅老祖天威，你拜老祖没法度印心啊。最起码啊，第一个条件，王禅老祖太极天龙教主，若是我们不了解总根源的时候，你要与老祖信心印心是很困难。所以同修，我们讲究的是心法的印心啊，不是在那边偶然学斗，这样很不好，这你会对德与德有损啊。为什么啊？这一次第一期、第二期，尤其第二期天剑博士的审核比较严格，因为我们是要养贤，培养圣贤，培养贤者啊，能够知一切法，用一切法来为众生奉献和服务。而即是维新天剑博士的重要关节点，所以我希望我们天剑博士还要好好的努力，多记多背多练习啊，多讲习。那你们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也是混莲禅师的圣身、法身和化身。还听我啊，希望各位天剑博士，我讲太多了，你们会说师父怎么那么啰嗦，都讲过了，讲过了才是要再讲，没有讲了
我就不会讲。啊，不讲就不讲。啊，该讲我会讲。啊，因为我讲出来让你们知道了。啊，对各位有帮助，对各位的未来成圣成贤成佛是有帮助的。尤其各位，你们的前世果位，前世果位是非常尊贵的，天上天下轨道啊，对各位老祖给我们的前世果位，大家一定要坚持有始有终，要修好。啊，人生来世界上，难得几回有这个因缘机会呢。所以，若是你们认为把师父老祖所给你们的天剑博士回心闲事没有什么的话，那你们就大错都错了，因为你还没有回到天上界。在几个月前，我云游天上世界，走到哪里受到欢迎，回到人间受到欢迎，啊，就是贤士，八德贤士的果位。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八德贤士的果位，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珍贵，不要等闲视之。啊，你们的闲视果位，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天人护法来护着你们。尤其王禅老祖，啊，所从蓝天开启蓝天，光降地球，来从蓝天，去从蓝天的诸天圣神的龙天护法，都是各位的护法啊！所以各位同学要注意啊，对自己的行为、思想、动作啊，不要违反了啊这个真理。所以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化解干戈及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啊，就是这一句话和各位唯心闲事的果位是正等正觉啊。祝福各位。